那就爬山，你去吗？我也喜欢爬山。这都饭点了，咱们晚点再去。不是，行李都没放好呢，不累啊。 慢点，小心地滑。若曼姐，你没加我微信，你不知道，我在我微信朋友圈当中，步数排名第一。进阶的女友 PK 多年的知己，这场胜负的较量，决定了谁才是三人旅心中的电灯泡。爬山靠的是技术和耐力。真是。 三项，你们俩够了没有？够什么够啊！啊，五局三胜，我现在已经握有一局优势了，就差最后一哆嗦了。不赢，都对不起我今天这身专业的装备。是不是我走了，你们俩就能和平相处了？哈，你走呗，走了我们俩都省事儿，直接薅头发。 看你跟个鱼雷似的，怕你下水炸着了。滚！路飞哥，我来了。青青啊，你这装这一包都什么东西啊？水杯、零食，还有书。你穿的是沙滩呢、啊，你穿成这样披头散发的，你也没戴泳镜和泳帽，根本不允许下水。咱们俩还怎么比赛啊？我不会游泳。 先说好，玩就玩，不玩钱，不许吵架，不许生气。 不许哭鼻子，我保证不哭鼻子。那就行，不然我可不敢跟你玩。下午谁呢？你要是不玩，我们俩可以玩臭王八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知道了，保证不哭鼻子，不赌钱。不过什么都不赌，太没意思了吧？不如，哎，这穿上，把那愿赌服输啊。 待会儿就穿，穿上再玩吧。穿上，你定的规矩都不能开空调，都要热死我了。三四五六七。
又是你的地主啊！我看一眼，你可抢啊！不要。不要。都不要。三个八大一个，我有。三个十带三。三颗带一次。你不会什么都没有吧？三个尖儿带一个七，不要。三，六六，你这不是给他走小牌的机会吗？啊，我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太会打，我得出大牌对吧？是啊，我俩是一伙儿的。好，那我出个大牌。小王，你压我干嘛呀？哦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太会玩，我不能压你，对吧？他还剩两张，你好好出牌啊。